是我先从赖副总统他为什么这一次是由他去出访讲起哈，因为洪都拉斯这位新的总统一般认为是所谓左派总统嘛、啊、哈，那在他刚在他还在选举期间就曾经讲过说可能要重新考虑跟台湾的关系等等这样子，那实际上这这个呃他的他的立场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在中中南美洲他是属于比较。 跟古巴、委内瑞拉本来他的他们的这一派的政党是跟古巴、委内瑞拉比较站在一起的，但是他在上台之后呢，他发现说这个你不能够说一意孤行然后所以说毕竟国际情势不一样。现在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这个原原来的查韦斯政权也是遥遥可可可为，岌岌可为那古巴古巴的状况也不好，所以对这位新任的卡斯楚总统来讲的话，哈，他是。 呃，等于算是在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极力的拉拢之下，还是维持了跟台湾的这个呃友谊邦交。嗯、那所以，但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呃中南美洲已经断掉好几个了，所以是这这个这个洪都拉斯的部分，我们是要大力去争取。所以。 呃，在蔡英文总统他在国内疫情的状况之下，那他这样就是比较派派赖信德副总统去是最名正言顺。嗯，那其实对赖副总统来讲，哈，他其实也算是在国际关系上面做一个补课跟证明了哈。嗯、说实在，就是说，在赖新德当初他从台南上台北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其实有一度是。 有有意愿去做国安会秘书长，嗯、哦、嗯，确、嗯、有,有其事吗？哈、啊嗯，有这个传说啊。有意愿去做国安会秘书长，他的想法就是说他，他的他必须在这方面啊、呃，就是展现一些能力跟这个他的见识跟眼光这样子。嗯、但是后来后来是变直接变成这个行政院长这样子啊、嗯哦。那当然无论如何，就是说对于赖清德来讲，他的未来如果要更上一层楼，他不只是。 呃，在内政方面，他也要必须要展现出他在这个国际政治上面，啊、哦、这个有这样有这样的高度。嗯，所以呃，这一次对呃呃赖副总统来讲，确实是一个表现的机会。对，那他当然从这个四大公投开始，他跟这个呃，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他主要是讲他的政绩。嗯，因为四大公投都是关于行政院的政策，但是赖副总统讲的他。 普遍讲的是一个比较有高度的东西，所以他在这个各个场合都是很受欢迎。对、哦，对，他的受欢迎的程度，呃，反正我们现在说党内三大天王啊，嗯、就是呃，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跟苏贞昌院长这三大天王，嗯、那确实也是这三大天王带领民进党在四大共和的这个战役之中能够大获全胜。好、嗯哦，那这一次出访呢，我觉得有一些很。 离谱的评论了哈！哦、首先是有一位这个以前淡大淡大外交所吧，<對 S 2> 还是外淡大美美研所的教授陈、嗯、一新教授，就是刚刚寇姐也讲的，他是曾经过去是蛮优秀的学者，<對>哦、但他居然在、嗯、呃联合报上写专栏说，这个耐耐耐心德打了三剂的高端疫苗，所以在这个洪德拉斯可能被隔离，这个啊、嗯、可能会被隔离或者怎么样。<laughs> 哎，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啊！因为对对这些中南美国来讲，中南美洲国家来讲，其实他们并不是很，就是说，呃，你且且不说你又打了三级高端，就是对这些国家来讲，你就算是你你没有打，他们他们可能也不会太在意。嗯。而且老实讲哈，这一次去我还特别看，古巴古巴有派代表，嗯，那伊朗也有派代表。 你要知道，古巴派古古巴的人打的是古巴自己的疫苗哦，对哈，他们自己像的国产疫苗，国产疫苗。伊朗也打的是自己的嗯国产疫苗，所以老实讲，对这些国际上的这个呃这么重大的事件来讲的话，他们是不会说用你台湾的眼光说去去刁难一个什么所谓高高端的这个这个问题啊，更何况高高端现在是在这个。 呃，在 WHO 的支持之下，正在还在正在做第三期测验实验，那快要结案了，嗯，快要结案，应该就是在第一季的时候，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就会结案，公布结果。那所以，呃，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颇为荒谬的一个质疑了哈，这个也是凸显了说，呃，为了要打击国国产疫苗，或是打击这个，呃，民进党政府有点无所不及，不用其极。 那第二个就是郭正亮，他在呃一个节目中说，他说，呃赖清德见不到那个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嗯,是嗯、哦，是因为赖清德不够重要，嗯、哦，是因为赖清德不够重要，分量不够，分量不够。我我想这个问题不在于这，因为这一次是主要是这个呃这位卡斯主总统他的就职典礼，那贺锦丽也只是来参加就职典礼，那所以实际上双方在之前并没有。 并没有刻意要这个安排要碰面，嗯，没有安排要会谈啊哈，因为主角毕竟是这个呃卡数主总统，他的就职典礼。如果贺锦丽跟那个呃赖清德在这个时候在洪都拉斯反而做了一场会谈的话，你会把整个焦点跟风光全部从他的就职典礼，这个新总统的就职典礼给拉走，嗯，所以我想任何在外交上面的礼仪。 跟那个规范可能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嗯、但是还是安排了一个自然的见面。<嘿>那在这个自然见面之后呢，那那個白宫也发了一个新闻稿，这蛮重要的啊。白宫发了一个新闻稿，然后贺锦丽就这边写说，这个呃，他就称呼他那个莱清德是 the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嗯，他就很自然的讲，就是说他是台湾的呃副总统。嗯，对，好、啊，那这边他也不用不用提到什么。 <coughs> 中华民国啦，哈，这这些都不用提，倒反而是洪多拉斯他们发的正式的新闻稿，嗯，上面是有，呃，Republic of China，嗯，括号台湾，嗯，因为洪多拉斯是我们正式的邦交国，嗯，所以他们会尊重我们台湾给他们的这个名称，因为我们给对正式邦交国给的名称就是中华民国括号台湾，嗯，但是对美国来讲的话。 对美国来讲，我我他他们并不承认有什么中华民国，嗯，本来就不存在的，嗯，但是他们是认为说台湾，所以他直接就讲说这个是台湾的副总统。对呀，这个老老公可能会去抗议吧？那这个是要召回他们大使了。按照立陶宛的这个例子，应该掉脚啊。是，我想老公会抗议，但是这是口头的，因为老公对老公的做法，在国际上做法一向是这样，就是说。 碰到大的国家，他他会口头的抗议，然后但是没有不会再做什么，欺软怕硬。嗯、但是对碰到小的国家，你只要敢越线一步，在台湾问题上面敢越线一步，我就是像对待立陶宛这样对待你。嗯、所以我觉得对，呃，这个事情，老公可能会在。 叫一叫，但是不会再做什么大、嗯、大的动作。嗯，好，这个陈一新教授所写的这篇文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可以列入历史记录，你知道吗？<是>甚至于可以是经世记录。他的这个嗯，《联合报》上的专家之眼专栏呢、啊，他嗯，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哈、嗯、退休了，所以叫荣誉教授。<是>赖清德过境访美如关禁闭。 访红国恐吓、恐吓跑贵宾，哎，这这个真的是十分有创意的想法耶，哈。然后我们念一下啊，在我们在评论，由于全世界都知道赖清德只打过三季高端，参加卡斯楚就职典礼，可能会让其他的访宾纷,纷纷走避，敬而远之。 美方并未特别重视赖清德的访问，否则就会安排他到纽约一趟，以哈这个是尊重与认可。然后呢，拜登政府的想法很简单：赖清德既然昭告全世界他打了三剂高端，就只能安排他住进旅馆，却不能出来。否则呢，不仅美国自失立场，而且呢，啊、呃，也将赖清德的谎言戳破，连带呢，要使得蔡英文呢，啊、呃，是个，哈、呃，嗯，真的是。 打高端是不是真的？是打高端也遭到质疑哈、啊。然后接下来赖清德这次因为注射啊三级高端，在过境访美期间困在旅馆无法出门，有如关禁闭。至于他此行访问洪都拉斯，恐怕更是一场灾难。洪都拉斯跟美国一样，也不承认高端。